为现在是梅雨季吗？也算不上，应该四五六月份是梅雨季嘛。嗯，但六月份已经接近尾声了，但有时候天气嘛，说不清楚。我最喜欢下雨天躲在车里的感觉。然后就回来房间就把就是灯都关上。你知道我为什么特别想要拥有一辆车吗？就有一天下雨的时候，我看到马路上行人很多，我都在躲雨的时候，我观察在车里的人都非常的。咱们仨这么瘦，这么能吃。我根本就没有饱的意思。你好，你前几天是胃口也不好。嗯，你看，我来我们这儿开了胃了。狗不能吃西红柿。你亲我。不给你吃。在哪儿又弄了个西红柿吃啊？你吃吧，我不吃。来吧。可以吗？然后，谢谢。就是，但是因为时间不是很够，然后你可能也只能吃两个，赶紧垫一下肚子。我有几个问题想问你，可以吗？老九九的区别吗？咱们跟北京一起合作，我想有一个私人问题想问一下，报一下他的料。好啊。伟霆在那个剧里面不是一掷千金，然后点了三盏天灯吗？不知道他在私底下是不是也是这样？他是个大气的人还是个小气的人？尬气啊！